Hello， 我是阿姨，宝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？不知道为什么小婴儿他出生就可以自然只在水面闭气，我觉得闭气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，所以这个影片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要先邀请大家跟着一起闭气看看，听着我们聊天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闭气开始。呼吸它是一个反射动作，就如果你闭气久，你体内二氧化碳浓度变高了，大脑就会提醒你要开始呼吸，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。我们在闭气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在训练跟二氧化碳的那个耐受度？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大脑就会提醒你要呼吸。像我们在闭气的时候啊，你闭气的时间如果越长，代表你的肺活量越好，肺部的老化会比较慢。多练习，它会变年轻。啊，你肺健康，你其他肝肾很老，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正向循环，它变健康，截长补短，不是这个概念。它已经变健康了，它其他部分就会慢慢的变健康。肺乃肾，就是肺是肾的妈妈。OK， 就你肺不好，你肾也不好。代表肺好肾用，因为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员，他们会用那种低氧的方式训练，他们可能会带一个呼吸器来限制你的摄氧量，或者是会到那种高海拔的地方进行集训，增加你的那个红血球的吸氧量，吸氧量越多，它就是代表可以使用更久。对，然后当你再回到平地的时候，你的哇，你的心肺功能会变得特别特别强。好，现在时间来到一分钟了，如果能憋一分钟的朋友，代表你的肺部功能算是正常。那如果你没有一分钟，代表你的肺活量很差，所以记得去医院看医生。这么快就要看医生了吗？对。现在时间一分一秒还在跑，看能不能闭到两分钟。我觉得两分钟对我来讲应该是，我两分钟我觉得就已经很强了。在三十秒你就真的很强，你就有一个肺肺王的称号。你是星星王吧？不然你想一个更好听的名字。铁肺战士，二氧化碳侠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不错啊。对，因为你就是在跟二氧化碳相处啊，你整个人就是变成二氧化碳，耐受大。拜托帮我在影片下面留言一下，让我知道有多少人有办法闭气可以闭那么久。然后顺便讲一下，说你平常做什么运动，应该会某些运动你会特别，比如说瑜伽。对，那你知道世界纪录吗？静态闭气这个有专门的比赛，没有吸纯氧的哦，就自然的状态下去比，好像11分钟多。然后有吸纯氧的，好像可以闭到24分半。动漫都看完了，水面下去看一集动漫，主题曲跟结尾的都还可以都听，都好强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泳池。啊，等一下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比，我有找了一个很强的，更强的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 ，Go， 出来吧，金人盖伊，我擦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游泳池，请到了我的自潜教练雨天。我们来比赛闭气，一个素人，一个有经过训练的人，跟一个专业人士。没有没有，是两个素人跟一个专业人士。今天很冷哎，寒流来袭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是抗寒战士，十八铜人，十八铜人，多刀多刀，戴眼镜。我很好奇一个问题，他今天来泳池要戴泳帽吗？还是要戴这样？不是铜人，我觉得这个要改一下，就是光头可以不用戴。要发起这个联署活动。我们要去抗议。雨天教练目前教学多久了？教学4年了。四年都教自由潜水？对，实际玩今年7年。最强最强的项目是什么？ No fit， 就是无裤。 No fit 哦，不穿蛙鞋。那冬天要怎么穿？穿防寒衣。我们以前会做耐寒训练，穿泳下去预防比赛的时候温度变高。因为闭气，你水温太冷太热都会受影响，尤其冷的时候，你发抖，然后紧张，闭气时间应该会短很多。多多少少都会。那其实水温冷一点，对我们闭气是会最有帮助的。但也不能太冷，就是是身体舒服的，稍微有点冰冰凉凉的，大概就差不多今天。好，等一下先由波波开始，然后再由我。然后最后有五天，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比赛闭气，看一下能不能比我们还要久。大魔王在这里，大魔王。好，那我们闭气开始 ，Go。我要帮你 CPR， 呛到了啦，危险！你这样子考试不会过，我记得至少不要。他可能要吸我嘴唇，有点可怕。波波是一号参赛者，好，他先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我是随时可以来的男的，说硬就硬，干吗？现在一号参赛者波波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请雨天宣导一下，在闭气之前记得旁边一定都要有潜水的伙伴，因为如果有低氧或是缺氧的风险的话。及时做救援是可以降低风险的。
啊，等一下，我三十秒抱一次，好，自己调整呼吸哦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什么都没有想，我的设定就大概一分钟，真的很不舒服，我就要起来了，所以我是很放松的状态。我可以自然垂下，没关系，放轻松，肩膀放松。我之前啊，在潜水的时候啊，我有试过，就是让我自己怎么样去冥想。我的冥想状态啊，就是想象我坐在草原上，看着夕阳，我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放松，所以我只要在闭气的时候，那个画面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，它就是静止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放松。慢慢到后面，我开始要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让这个画面在我的脑子里，一直强调自己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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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会觉得很投入那个情景。就是我觉得那个情景，我能真的在那个当下的时候，就真的很舒服。所以这样子，我会觉得我很可以撑很久这样子，慢慢就要准备开始不舒服了。完了，我会不会被波波惨电了？是我们最强代表。我是不是要开始？他怎么还没开始？不如看。之前传说是。光头的会比较强。九十秒，好像是哎，光头的都很强。世界冠军，最强的一拳超人。一拳超人也更强。越光头越强，肩膀放松。哎，很强哎。呼吸，大口吸。你要说 I'm OK。I'm OK。恭喜波波，1分59秒。我差一秒。感觉你还可以再闭很久。就是没有常常习惯那个感觉。好啊，有不舒服就起来。就是耳朵开始有那种。我会觉得嗡嗡。对，然后肚子一直在哦，有呼吸反应，可我看你还没有到抽的很厉害。没有，好了，是突然的呀，很强哎、欸！我第一次这么強 A2 的标准，完啦，我觉得我要输了，我是怕我闭到一半想咳嗽，你知道吗？故事开始了。没有吧？这么突然吗？好突然哦！不行了，多久？八分钟。哎、欸，谢谢。30秒，帮我抱一次，没问题。不要讲一些话让我笑。你一直开始讲话，你看他就是想要笑的那个，你不要一直，你不可以笑，不笑。我准备好了。一开始下水的时候很舒服，很有安全感。很有安全感是因为我的之前教练跟波波其实没什么关系。听说、啊、这个学瑜伽会特别强，有关联。为什么？因为冥想。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身心的运动，就是你身体到得了，你心理承受不了也没办法。但有些人可能心理很强，但是身体跟不上。肩膀可以放松一点。哦，30秒。他那个手 hold 着我的背，让我知道我可以很放心的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，然后去挑战自己。雨天他也是很有经验的，告诉我他觉得我的脖子紧紧的，他会提醒我，全身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，我才会真的开始进入我的冥想。那其实我的冥想也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不想，其实我会想一些很舒服的事情，比如说，选手在深潜。在比深度时的画面，因为那个画面很美。好，一分钟，开始冥想。那现在已经进入去另外一个维度，没错。哦，负浮力的时候，人就会在海中间自然的掉下去。我很喜欢那个画面，所以我其实，在闭气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想着深度比赛的画面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在吞口水，那不是呼吸反应，那是我喉咙干了。但吞口水确实会影响我的闭气时间。然后当我大概2分钟的时候，我的呼吸反应来了，
我的呼吸反应来了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开始想象，我刚好是在练在比深度的时候，刚好在最底的时候，我现在要开始往上回到水面，所以我要开始挑战回水面，跟我的呼吸反应和平共存。我就让它往上抽的时候稍微停着，然后让它慢慢放松，放松，再回到下一次呼吸反应。水面嘴唇这么厚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怕波波突然讲什么，抽了，开始了，雨天扶我了，紧张了，先踩稳，稳呼吸，好强啊 ，I'm OK， 好强啊。哎呀，轻轻松松，3分07秒，感觉还可以，但太想咳了，太想咳了。哦，我第一次闭气破3分钟了。我本来前面不敢讲，说我考 A2 的时候有闭到2分45秒，因为我怕我等一下闭不到。哎，有超过可以讲了，破 PR， 破 PR， 专业的有压力，会有压力的。来吧。第三号参赛的雨天，他现在在冥想，我们不要吵他，就让他自己调整他的心态跟他的呼吸状态。他等一下会自己开始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帮他录。对，其实我在下水前今天就是压力很大，感觉就是很焦虑。对，前面憋了素人2分钟，然后3分钟就稍微心里有点压力这样。然后但是前面我自己会习惯，就是也是放空。然后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眉心，然后去检查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哪个部位是不放松的。然后前面看起来都状况不错，就是我觉得有听到自己心跳声很缓慢的那个频率的感觉，前面看起来都蛮顺的。嘴唇也蛮肿的，是大家在水下嘴唇都会这么肿啊？我的呼吸反应来的算是比较早，就是我这一次大概1分半的时候来，然后因为我的呼吸反应是反应会比较大，然后频率会比较快。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会憋不住的感觉，但会尽量让自己再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但其实这一次闭的状况是到2分钟，就是呼吸反应之后，我觉得都还算蛮舒服的，就是抽在一个频率上的那个感觉，只是真的看起来幅度蛮大的。他们可能都以为我2分钟多就可能不行，但其实，呼吸反应来之后都可以至少撑个2倍的时间，我觉得，只是那个感觉过程会真的很不舒服。干衣有在旁边会提醒我，就是可能哪里我没有注意到要放松。这时候我脑袋应该已经很焦虑，就是开始会出现很多想要呼吸的想法，但这时候反而更要就是告诉自己，就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。那其实我自己会习惯先扶住泳池，因为我们如果突然站起来的话，可能会踩空，可能会呛到。那我自己会习惯扶着，那稍微有一点安全的感觉。那这时候通常肩膀都蛮容易紧绷，因为跟着呼吸反应在收缩的话，所以这个姿势会比较不舒服一点，但会让自己的安心的感觉增加。所以我觉得
这个部分也可以让前半知道说，哎，你随时是可以起来的状态。因为像这个时候如果开始吐气啊，或者是开始就是前半点你没有反应，那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要起来。哦，真的 OK 吗？三分十一秒，但你的呼吸反应来得很早，快，你一分半的时候就开始在抽了。呼吸反应完，你还可以 double。我的呼吸反应，我自己觉得在两分二十秒左右才来，所以其实我呼吸反应来，我有点受不了，我就放弃了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是来的比较早，然后幅度比较大，对，所以我算是静态呼吸就很吃亏。你一直以来呼吸反应都来得很早，都落在分半好的时候是两分钟。那你算是很早。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静态，对，我真的很多没做，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动态，就是我觉得动态有事情可以。我觉得你的静态跟动态时间其实差不多。我的动态那时候最久到两分半，但是我的静态十分钟。我的动态应该一分出头。没有，最好三四十秒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会拿 GoPro 下去录影，录上来四五十秒。对，你刚刚后面真的很夸张，对，这样子还算是舒服，只是就觉得好痛苦。我本来想说他两分出口已经快起来了，觉得我要赢了，对对对，还给我硬撑到三分十一秒。他还跟我说，哎，三分零七，我觉得好。三分零七哦，不要让我输得太难看。荧幕前面的，如果你有挑战成功赢波波的，帮我在下面留言，屌虐波波，有赢盖伊的，屌虐盖伊，有赢雨天的，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说，我要当潜水教练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上岸。哇，回到温暖的健身房，终于可以正常的呼吸了。看波波憋到两分钟，我其实有一点压力。我们两个今天都破 PR， 拍摄的时候有压力。我在憋到两分钟的时候，我的呼吸反应还没来，我那时候瞬间就没有压力，因为我知道离我自己 PR 应该不远。太阳雨天。PR 是四分二十秒，今天差了一分十秒，对，可见他有多焦虑，很怕我跟波波会讲一些干话。那时候在闭气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浮现我跟波波的？就是有准备要讲干话，准备要接球，让我感觉到，对，我在闭气，然后专心闭气。我其实很努力的不讲干话，可是我不讲干话就没话讲。那想问一下雨天，就是因为像我知道很多运动员会在低氧量的状态下训练，提升血液的吸氧量，改善呼吸效率。闭气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好处吗？放松吧，大家可能在都市生活久了，压力很大，节奏很紧凑，所以有些人会真的忘记怎么放松。就是它是一个就身心灵的感觉嘛，就是三角形，全部都要去兼顾到，很平易近人的一个运动。哎，我突然想到闭气还有个好处，如果今天我们共用一间厕所，你刚好蹲完马桶出来，哇，哇，好舒服哦。Oh no！不然你看日常生活中什么时候会用到闭气？骑在那个垃圾车后面的时候。我有时候在垃圾车后面，我就体恤那个在上面的员工狂吸，对，我会狂吸。听你那么说，你很有啊。以我们身体多久开始你才会觉得有缺氧？通常其实健康人去夹那个吸氧机，正常闭两分钟到三分钟左右，其实你的吸氧都不会掉，至少都维持在95以上。多久才会开始掉？差不多两分钟之后就开始慢慢掉，掉的幅度是很慢。刚刚的体感大概是80几%的吸氧，我们可能80几%，然后呼吸反应就强烈到受不了。是不是很多在练习闭气的测血氧的，他们可以到50几，就是已经很接近那个低氧？那个很夸张，不是那个脑子还会是清醒的？尾段快要低氧的时候，会有点算恍惚的那种，就你脑袋会有点那嗡一下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要起来了，不然就差不多再下去硬盯就是。硬盯下去就舒服，这个不是虎烂哦，因为 BO 前面那段时间是痛苦，呼吸反应很强烈，但当快要 BO 的时候，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痛苦，到 BO 前几秒你是很舒服，你会发现一道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光，但我那个时候哇，好痛苦，好痛苦，好痛苦，快出水面，舒服了，出水面之后我也没呼吸了，然后就开始要倒下去，就被人家叫醒，那一段你应该没有记忆。晕倒那一段可能两三秒完全断片，因为我姐在旁边，她是说我看左下方，然后要倒下去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。还想请教一下雨天，我们一般人要怎么训练让我们的静态闭气时间拉长？
静态闭气其实日常就可以练习，我会提倡说就是自己练的话在干的地方练，如果你有水在家里拿脸盆，有水这个条件一定要前半，睡觉前我觉得很适合，因为你快要睡着嘛，所以你要让自己尽量放松，所以我觉得睡前的10到15分钟练个几组的闭气是很适合的。闭气这个东西跟重训很像，身体会适应那个感觉，所以其实在床上你可能练久了，第一天闭个40几秒你觉得很不舒服，第二天再闭看看也许就50几秒哦，一天进步5秒就很强哦。如果这样无限的成长，吓死了，以后我就是11分钟那个人。好，今天呢非常感谢雨天来跟我们一起体验静态闭气，不知道大家跟这支影片一起玩玩的开不开心，我相信应该是有蛮多人在影片前面也是跟着我们一起闭，其实水下它是一个体验无重力状态的一个感觉，非常好玩。我们身边有70%都是海洋，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，那我觉得水下除了去探索世界之外，之前也可以探索自己内心的状况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是盖伊雨天波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